我穿上白大褂下去的时候，周围人就有鼓掌跟我说加油的，特别是到底下回到负二层那个站台上，那些伤者在那儿的时候，伤者就要来，医生来，有医生来了，就明显感觉到大家好像就有一个那些精神，就立马就受到鼓舞，好像看见医生就看见希望，因为看见白衣了。我手机泡坏了，就是我父亲已经就是没法联系我了，他是后来就是慢慢的网上就是朋友圈，就是在6点到12点这段时间吧，网上就是有一些消息就传出来了，然后我父亲就知道我在那场地铁里了。我父亲普通话不是很好，我就用了就是淳朴的河南话跟我说，我都给王上看见一下，就这个给我眼里边含着泪，笑着给我伸个大拇指。